大东老师不在，就由我这个学霸来给大家考试。考试内容呢，就是喝柠檬水，谁喝的最多，谁就是第一名。耶！哇，我第一个来。哇！老汉，你慢点喝，小心撑坏肚子。一口，两口，三口，哦，四口，五口。这一桶这么快啊，班长还有没有？我就不相信你还能喝。给，看好了。哇哦，不错呀。Oh no！ 班长还有没有了？我又喝完了。那班长，我怎么算？我今天都没喝。那你就没有成绩了。全班呀，只有小汉同学得了满分。老汉，你快吐出来！欢迎关注苹果零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